有三种女人比毒蛇还要可怕，千万不能娶，谁娶谁倒霉。第一种，性格偏激，忽冷忽热的女人不能娶。跟这种女人在一起啊，就像身边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哪句话会激怒她。这种女人呢，喜怒无常，高兴的时候理你，不高兴的时候啊，肆意伤害你。第二种，永远不知足的女人不能娶。这样的女人呢，永远只会嫌弃你给的少，你的好从来记不住，而且呢，从来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，更不会认错，只会把错误全部推倒到你的身上。第三种，情敌伤的女人不能娶。一旦你们之间有了矛盾，要么拒绝沟通和你冷战，要么呢就张口气死你，什么难听说什么。这种女人啊，是最没有同理心的，她永远看不到你的委屈。和这样的女人过日子，你真的就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你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吗？